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X 九少年团的肖战。作为 X 少年双面探究的主人公，我今天要进行一次人生的初体验，那就是一直以来想拥有自己咖啡屋的我，这次来实地演习啦。今天我将化身一日店员，照顾好顾客，服侍好猫主子，完成我的夙愿。今天非常荣幸，然后请到了猫屋咖啡的雨酱老师。大家好，掌声欢迎。然后他会教我，然后我们一起完成拿铁咖啡。第一步是打开磨豆机。哦。一定要压平，然后倒杯扔去。请你旁边的咖啡。然后这就是最简单的清洗咖啡拉花，好厉害！所以接下来叫我自己来了吗？先是拿这个，对，这叫咖啡手柄。咖啡手柄，哇，还蛮沉的。先给它关上，然后一定要充分的弄满。哦，充分 ，OK。有点太多，然后把它多余的弄掉，然后接下来是要把它压实，对吗？敲一下，然后我们选择这个双倍的拉花。这个咖啡的颜色，我看有的咖啡的颜色好深，烘焙的程度低。哦。好吃的。哎，这样吗？然后，原来是这么不好控的，对，没有太难控了。要好幸运，我刚刚的那杯咖啡，有点失败，所以我决定要再次挑战一下。那我们开始吧。好，这就是合力完成，在老师的全力补救下，然后完成了我人生中的第一个拿铁咖啡。虽然我今天的做咖啡是第一次尝试是失败了，但是我相信我以后一定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咖啡师，然后现在要做的是一名很好的服务生。辛苦今天晚上，谢谢。至于是哪两位特别顾客呢？跟我来。你好。哎呀，我这个这顾客可以品尝一下。好的好的。你们的评价对我很重要。好喝是吧？尝一下，你尝一下，真的好喝。这是我人生第一次。这就是我为什么这么爱我的弟弟们的原因啊！太给面子了，捧场王。好，接下来就是重点了，然后接下来我要进行我一日店长的第二个阶段，喂猫。